太阳城的贵宾厅午夜开始关闭。就在主席周卓华被捕以后，澳门太阳城集团宣布旗下赌场所有贵宾厅陆续关闭，这个决定震惊澳门博彩业。因为澳门赌场特有的贵宾厅制是赌场最重要的金库，能贡献业者超过七成营收。高三点，澳门赌场分为两大区块，一般散客只能在这种被称为中场的地方玩，但如果你拿得出100万澳门元，约合台币345万，就能进到贵宾厅，在里面玩的是百家乐。新北芦洲知名角头林炳文就曾被曝在澳门贵宾厅输了45亿台币。2020年5月，还有一名台湾赌客在贵宾厅输了19亿台币，登上澳门新闻。似乎都系想有一啲部署咧，令到澳门嘅呢个独大嘅赌博产业嗰个经济嘅功能咧系削弱啲，或者系冇咁强。周卓华被捕后，太阳城集团主动先封了最大金流来源之一的贵宾厅，被部分专家解读就是服从官方降低赌博产业影响力的表现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